近日，有媒体拍到演员王雷和妻子李小萌与好友聚餐，视频中李小萌的孕肚已经十分明显，但她四肢看起来依旧非常纤细，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好，和朋友相聊甚欢。聚餐结束后，一行人在门口聊天，李小萌夫妇与好友的孩子飞吻告别后，两人一同乘车回家。王雷和李小萌是同校师兄妹，两人也一起合作过多部作品，像金太郎的幸福生活、爱人同志和花开山香等等，两人的爱情也从戏里延续到戏外。2013年，王雷和李小萌结婚，婚后两人感情稳定，并且育有一个儿子，十分可爱。此前李小萌夫妇二人在节目中自曝怀二胎的喜讯，并表示非常想要一个女儿，祝福一家人永远幸福，也期待宝宝顺利出生。